五五养生系列运动之养生舞，是以中华传统道德思想为文化内涵，以练武及练心为创编理念，以中华传统武术及中国古典舞为动作基础，以意境高雅的原创民族音乐为韵律，按照中医经络进行导引，以养生保健为运动目的的一种风格独特的舞舞。养生舞天清地态，歌颂了大自然神奇美妙的独特魅力，阐明了在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的自然现象中蕴含的深刻哲理，告诉人们在人生实践当中应效法天地，顺应四时，不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，为大众做表率、做贡献，使社会安定祥和，国家繁荣富强，人民喜乐开怀。养生舞天清地态，音乐优美动听，圆润流畅，动作简单易学，老少皆宜，内涵丰富深刻，催人上进。通过聆听其音乐，演练其动作，领悟其内涵，定能使您心欢体畅，筋骨强健，道德升华，把健康、幸福、快乐带给社会大众，是我们永远的道德理念。愿养生舞系列运动伴您度过美好的康复人生，喜乐年华。